长时间没吃酵母蟹了，吃酵母蟹啊！看我们的酵母蟹，掰一下看看。看看酵母蟹，哎，看看，现在时候了啊！哎呀，哎，看这黄啊，是个酵母蟹呀！哎呀，啊，对。你是瘦的籽儿行，快点，满天的，没时间了，更谢呀。小花呢？现在疫情啊，在家戴着，出门戴口罩，妥了。想吃这边一个油，花酥油，咱第三点，再我的姜更鲜美，那三碗姜一凑凑就过来，没感觉，就设备科学家啊！哎呦我操，你红呀，你赞啊！太鲜美了。